收到机器以后啊，是一件木箱，一件纸箱。木箱打开是组织机器，然后纸箱打开是一个漏斗。机器打开以后，首先这个位置，这个光缆头安装在这里，用这个密封垫垫在它中间，然后这个卡扣给它卡住，卡紧一点到了。卡好以后，然后把这个漏斗装到这个上面。漏斗这个中间也有一个密封垫，也给它放在中间，然后这个卡扣给它锁起来。这边有一个配件包，配件包电源线拿出来，然后这些密封栓都是备用的，先不用用。电源线拿出来，把电源插上。电源插上。然后气接上，这个气泵需要你自己另外配的，机器是不带气泵。这个气泵要配，这个气管是外径八毫米的，直接外径八毫米的气管直接从这个位置插进去，插进去以后它就锁紧了，以后这个不需要接头的。你如果要把它拔出来，直接把这个白色这个往里面推，那就出来了。接好以后就安装好了。然后把电源，这里有一个绿色的按电源开关打开，气压打开，然后这里一个急停开关旋开，这里有一个减动跟制动开关。调到减动的时候是这个脚踏板按一下换一次，调这个制动是不需要按这个脚踏板，然后把物料加到这个里面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调灌装量是调这个位置，这个摇把这里，这个往前调就灌装出来越多，往后调就灌装出来越少。比如说我现在这台机器是50到500克的，它的这个位置就是50，到最大就是500。这个具体你第一次要根据你自己产品先去试的。比如说你第一次你设是需要300毫升，你调到这个13的位置出来是刚好300毫升，然后这个螺丝给它锁紧。收进来就可以了，然后它每次出来就是300。